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股市老师傅。那还是那一句话哈，这类行情做多，这个行情很大，你要赚钱就赶快进来。也许很多人看不懂这个行情啊，就跟你讲说啊，这里要空了，台股上万点的机会不多了。但是咱做股票在等，一直等一直等，就是在等这个机会啊。朋友们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大盘，你给他看哦，开低后做的再拉上去，最高已经来到多少？9578，9578的意义是什么？它又创了波段的新高。9578的意义是什么？一个起400几点哈，都给你看到万点嘛，就让你看到10000点的。所以很多人就担心说啊，老师看到10000点了，会不会太高了？台股在万点以前机会不多。我跟你讲，持这一种看法的人，底下一点都拢唔敢买啊！哦，从这里开始都已经不敢买了，8000、8200、8300、8700、8800、9000、9100、9200、9300、9400、9500，然后每天带你在那边放空，然后赚个2点、3点、5点，欢喜甲要死去，哦，已经赚钱了。但是你没有看这个回头一看，这个指数是创新高哎，9578哎，9月26号哎哦，在去年的12月26号新高量380倍也给寻过来一个，这将会你是近期来讲千载难逢最好买股票的机会，有还是没有？来，那来快去给告别。这一只叫做 TPK， 你刚才看它近期怎么涨的，连续1、2、3、4连续大涨4天，从55块涨到79.5，很久没有力了，看业绩有好不？很差啊，有没有？很多人说 TPK 搞不好会像这个玉清光一样，会不会？我不晓得啦。会不会我真的不知道了？但是我来讲，这款股票大起的吼，他跟你也我并没有 TPK， 我真的没有吼。我是说，他透露一个讯息出来的，讲这公司今年就是足济公司也转机，公司也足好啦，就好像玉清光一样。观众朋友，来，我们来看。很多人被轧空，我的朋友去放空玉金光啊！我拜托你买个空玉金光啊啦！欸，才去放空，放空多少你知道吗？才去放空10张哦。当初好像在60块去放空10张，然后呢，现在赔多少？赔100多万。他为什么去放空？伊嘛号称讲伊是煞仙哦，讲这个人吼做好做股票，伊家己安尼迄啰。然后呢，他就说他在这里，你给他看啊，玉金光这边爆量的时候，他就跌下来啊，这里又爆量，他又跌啊，这边同样爆量，然后呢 ，K D 来到高档，就温戏耶啊。然后我跟他分析说：“哎，你这一次不，你这个分析错了哦。”因为之前哦，这个从技术面分析来看啦，这爆量让这关键人物拢无比人底下袂离啊，人家准备就是要嘎你的啦。但是这辆股票现在我已经没有了，我只能这样讲哦。但是被分析的是分析底下好，你看的在一个意义。当你看到他十月赚了哦0.96，然后11月赚0.8，然后12月赚1.39，这个都是事后啊。底下先阿别公布的时候，你来看，人家就先进去了啦。
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讲说关键筹码很重要？关键比如你做股票，你有想要赚波段不？你要赚波段，你绝对要关，你要赚要不要赚波段？要赚波段这一个第二点非常非常非常重要，关键筹码。专市场拢无人咧来，你讲大家拢来讲筹码哦，我什么法人筹码，我什么咧什么啊？我唔知我什么迄落。但是这个东西我跟你讲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人家郁金光开盘跳空涨停了，哦，现在稍稍有拉回了，那大概180几啊。这一种就是什么？我老外的朋友讲了，我讲哦，人家就割你的空嘛，等到你的空单回补之后啊，也许他就会做一个走势，但是人的获利都是下好嘛。所以当你看到郁金光，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讲的时候，观众朋友你去来看。11月18，我们跟大家讲的时候是多少？是股价就有60块哦。现在的股价是180哦，整整涨了2倍哦。时间有很长吗？11月到现在时间有长吗？200%呢？不是20%，不是迄落呢？200%呢？所以足侪到处别人去问我，老师，我18%去用促销啊，要安怎？类似这样的股票很多啊。当你又看到这个。TBK， 哎、欸，它也这样涨啊！你给他看它的，很多人就跟你讲说它的线很类似哈，它赔钱也赔得很类似，会不会走这样？这个我真的不晓得哦，我真正唔知啊。但是我要来讲啊，从这一些个股的走势，你要去看出来，你要看出来，就是说有很多股票，一今年是真正是大行情来，那郁金光新高拢蛮规定个诶股票呢。所以感觉包括量来啊，你要跟探底，有量就有行情。你一直在外面看，你就想说啊，老师已经来到9500多点，我现在已经来到9580，已经来到9600点，要快到了。我现在进来会不会太慢呐、啊？你一定是这样想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都不迟，今麦未来要过足多足多足多的行情，躺啊好你躺。也有很多个股啊，它的题材才刚刚要发酵的，观众朋友，我讲说啊，老师讲郁金光讲太久，我咱来讲一支，代号6426的统芯，我们这里都没有进去买，也都没有进去布局，都没有跟大家去讲。但是在这里讲的时候就是怎样，基本面具备特殊迷人的题材，关键筹码进来。那个时候的价位在哪里？在44.7，在45.6，而且在12月26号，也就是说创下我们近期成交量的低318亿的那一天，我跟你讲说，你都免惊，你来这块见证会员呐、啊。我知影你今仔大家拢无信心，我今仔要互你做的足简单，就是安怎，互你做见证，你大概买一张就好。我不是叫你买股票什么，我一般看电视我都叫你不要买股票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买股票，我希望说你不要看电视，因为你们看的时候有些不会不晓得什么进出啊。结果你给他看，底下，你在这里给他看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老师好像已经涨多了吼。但是这种的计小是寡的是45块，统芯，啊嘞，底下。那回头一看，欸，果然它在起涨点啊，它果然是让你去赚这个主升段中的主升段啊，有够好赚的。12月26号到现在多久？1个多月的时间，起码一倍啊。好不好买？很好买。好不好进？很好进。好不好出？很好出。啊，某人佫看无顺眼，去来放空，也别搞到了、啊。所以我要跟大家讲，哎，这种大波段的哦，这个都还没结束哦。你说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都还没有结束。你看这个技术陷阱，你就知道说它都还没有结束哦，不是只有这样跟它垮嘞。哎，做这支股票，就跟大家在这边跟大家讲的，你看看我们追踪股票，我们都追踪多久？
我们追踪股票，我们不是只有在这边追踪一天两天呐、啊，我们追踪股票都给你追踪一个月、追踪两个月、追踪三个月。当你看到那一些股票，哇，一去去七成，一去去八成，一去去两倍，一去去三倍，你看到你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？当初我想要那么听，不用懊悔了。现在机会又来了，你要不要把握？来，大家看这个，这6441的经验。我跟你讲，2017年的新春第一炮啊，1月3号在这边跟大家讲，1月17号跟你讲说更加确定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关键筹码跟你讲说超级大咖进场了，观众朋友，老师他没有涨停呢，我们不需要讲涨停的股票，我们需要讲的是我们有买而且有赚波段的股票，观众朋友，你看这段。这一段呢、啊，要不要赚？这个机会再来。当你看到今天已经来到哦，快到9600点了，你如果还在这么想的，观众朋友，你把它放空，你就说啊，我今仔日吼弯转了半空一个，一年完了，你都无赚到钱，足可惜的。接了下来还有很多股票才刚刚要发动，观众朋友。有很多股票才要展开它的主升段行情，有量有价，你买买几张在里面，然后呢，相重要。它有特殊迷人的强题材，相重要。它有关键筹码，有关键人物介入。老师，你这股票一张30几年，没看到这行情这么好谈的，你要做，你就要下定你的决心。我今天要做，得留了卡别了，跟我们一起来布局，跟我们一起来赚波段。时间的关系，这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你有没有发现你的颈部越来越紧，越来越不舒服，导致颈部疼痛僵硬、肩背酸麻、失眠、头痛？现在只要躺在颈架松舒椎器，利用自然仰头松解原理，套上专属的头部固定带，再以手动充气微调，让颈椎自然提高，往后恢复颈椎间距，舒缓神经压力，让软组织得以松解，体积轻巧，不占空间，携带方便，随时可用，请您赶快来电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。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头皮老化速度是皮肤的6到8倍，你需要萌发566洗发精，激活保湿力，毛根再复活，防止头皮老化，亮感升级，蓬松有感，头皮年轻化，萌发566洗发精，萌发发发发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。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法务部调查局关心您，多一份警觉，少一分风险。保防工作不难为，守法守份谁都会。泄密之害，生于疏忽，保防成功在于预防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。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大户主力在哪里？主力筹码分析软体法拉利赢家能清楚掌握大户主力筹码，让你用最简单的方法跟着主力进出股市，轻松赚钱。赶快上网查询近日主力动向。您
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。那刚很多的这一些团队成员啊打电话进来，哇，说啊老师股票涨停板啊要怎样，我说的涨停板的续报啊要怎样。老师，我这一辈子做股票很少赚到涨停板的。当然这个人我们就不讲出来了啦，刚刚也有很多，因为我这个是现场 live 的节目，哦，在家哦，这里家还没直接在讲，因为很多股票涨停板我也不晓得。我说这应该我们应该赚的嘛，观众朋友，哪一档股票我还是不会讲，我只是说今年是你赚大钱的大好机会。当你看到我常在这边跟大家讲的、啊，连大同这个大股哈、哦，那我哈都对安尼四五块起加19.85，那有什么股票不能涨？连 TPK 都可以大涨，很多很多股票找到题材。当这一些资金从美国回来，这一些资金从大陆回来的时候，他会发觉说：“哇，外界钱以前想说啊，把钱放在美国很安全，哎，咱要查水没法多爱浇水，紧等啊。”当大家想说：“哎，在大陆可以享受比较高的这一些利息的时候，现在一看，哎，人家要查税危险，赶快回来，回来做什么？”买股票啊，买什么样的股票？买个股有特殊迷人题材的股票啊。也许这一些股票本来没有什么很迷人的题材，啊，这五兰被给它架起来啊，就很迷人啊。再来看下去、啊，这个是去年9月5号，我跟你讲联光通第二。哦、我写的这一些东西哦，观众朋友你都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去看啦、啊、如果说我去年9月5号没有讲这一档股票的话，从此退出股市啊，没资格在这来分析股票啊。联光通，我在讲的时候14.5元，现在多少？现在来到52.9元，在这里讲的，我们不要讲说7、8月嘛，因为我9月5号讲他联光通第二嘛，那个时候我记得在30块多啊，去到52.9元。我说他怎么那么会涨啊？怎么那么多那么会涨啊？我启动的诟病啊，这有一个大咖、啊。真的有超级大咖在这边进入啊！我明天把资料，我回去找一找，今天可能来不及找，我拿出来给各位看呐、啊。嘿，一概买1000张啊！当你看到这有这个大行情的时候，你也想，你一年干了一支这个股票就好啊。老师，这个股票我没有听过呢。老师，他赔钱呢。老师，他没有赚钱呢。老师，他每季都赔钱呢。我大概哪里看了这汪爱情，汪他特殊迷人的题材就是一起用诟病。哦，你不要管这一家公司赔钱赚钱，一直是用诟病，而且人家一次买几千张，这样在转单，这样在买。结果你来看要哪去？欸、你手中有这一种股票，你如果买在15、16块，当你现在一看，现在来到52.9元。你心中的感觉是什么？会怕，会赚到会怕。波段获利，那个时候叫你不要追，我们说我们来布局这样的股票。9月5号，代号66220的月峰。哎、欸，那个时候成交量有多少？没有多少啊，4、5千张呢。9月7号的时候再跟你讲说，你看人这款买法，你看人家这样的买法，此时不买你要待何时啊？
老师傅讲的股票从来没有无闹鬼过，所以你即摆你也看，你也讲，哎、欸，观众朋友，你若去到有买到这个股票，你会感觉安怎？足欢喜的是安怎？你会感觉足欢喜的，你会感觉讲啊，老师傅，真正做股票，真正就是爱赚做赚波段呢。所以观众朋友，我要来大家讲的就是安尼，这月峰。最高来到72.4，这样有用吗？所以你现在要去看的，你不要讲说，哎、欸，老师，嘿，起呀，这呀，我怎么样？你家买拢买买，我知道一涨上来你就买不到。我们今天不是他很强，我们把他拿出来讲哦，观众朋友。我们今天绝对不是他很强，把他这样。这个都是我们之前跟你讲说，此时不买待何时啊？所以其实你做股票，你那是真正讲的三个月你都得一期这样的股票了。你有没有大赚？你今麦问你家己啦，你要不要赚大波段呢、啊？你就问你自己啦。你如果觉得说我好，我不要赚大波段，你就卖做任何动作。你讲啊，我搁底只看就好。你若今仔讲啊，我今仔要大赚大波段，麻烦你手揢起来，电话来敲袂来。因为我要来你讲，同样的事情会一直不断的一个发生啊。如果说联光通它敢这样涨，伫遮买过啦千张、过啦万张的人，伊会去想安怎？他会去想什么？我要再去买一家哦。他会去想什么？哎、欸，这股票市场真正是好谈呢，买12块去买15块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来到52.9，不用浪费什么力气耶。所以我讲一摆，你若讲这个股票我都唔谈，我都不爱谈股票市场，我都不要看，你就不要看电视节目。现在如果要你问你家己。哦，或者说你叫你好生，或者叫你老婆，叫你谁来问我，叫他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不要赚大波段？你若讲不要，我相信已经让你坑落咧。有波段为什么不赚啊？你是不是傻瓜？你是傻了啊？你有人要给你当头棒喝啊？有这一种股票可以赚3倍5倍，为什么不赚？别傻了好不好？对不对？那如果人家帮你当头打一棒打下去，你赶快。你电话已经卡不了，因为这支股票我来讲叫联光通，过并双引擎标股，联光通第三，昨天跟你讲的，这个买的你要更积极哦，而且你昨天如果没有打电话进来问，你进来一起，你最后的一个机会，因为啊，它的买点出现了。欸，这股票不是讲随便去下来了呢，它的买点出现了，观众朋友，我等好久，等到它的买点出现。欸，这个股票在这里来看，这是双引擎哦。当初我在跟你讲的这一个联光通，你都错失过呀。我跟你讲，联光通第二620的月峰，黑龙底黑20块、17、18块，现在有待到52.9，有待到70几块了。欸、好像第二的涨比第一的还多啊，第三的会不会涨得比第二涨得比还多？这个我不晓得，也许后发先至，也许怎么样？哎、欸、呀，看到的人太多啊，我这个把它一掀开，一堆人都冲来买啊。所以你要跟我要讲的就是怎么样？像这样的股票，就安尼起起来。一堆放空的哦，我看了真正足可怜的，一堆放空的在这里，真的欲哭无泪啊！你看它空在这里，你怎么办呢、啊？那个损失都超过100%，那个损失有些已经超过200%了啊！底下就开始在放空，20块的开始在放空，来个72块时，困不起啊！
所以老师的股票，你也许我因为叫你买，也没有叫你空，也没有叫你做。你若我看你看了看你袂顺眼，要来帮忙，尽量不要啦。因为我的股票是安怎？我的股票都具备特殊迷人的题材，我的股票都有关键大咖在照顾。你今仔伊俩想，我做股票就是要有特殊迷人的题材，我做股票就是要有关键大咖介入的。你自己找得到，你自己去就好了。他一定涨波段。你如果自己找不到，无法度，反正比我咧讲诶，你也搁问你家己。哎、欸，你问你家己，也许你会欺骗自己，下不了决心。你叫你老婆，或者叫你先生，叫你儿子，叫你朋友问你。你把问题写给他说，你要赚波段吗？你叫他问。啊，如果你说不会，看他会不会把你打下去。当头棒喝啊！所以观众，你去卖猛力加低，我要赚波段吗？要赚波段的股票，一定个股要有特殊迷人的题材，然后有关键大户介入，这支股票。诟病双引擎标股联光通第三，联光通再看一次，阿来去，联光通第二，阿来去，联光通第三，对阿妈，买点已经到了，想赚波段的，猛力赶紧去办，如果你觉得不要，等回联光通，没有时间关系，明天同时间。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家庭主妇手艺要好 ，HCG 厨房五宝一样都不能少，超强活力又节能。大火炒菜味道好，油烟一点都跑不掉。猪脚唔加扣扣扫哦，碗盘洗好 ，My Spa 杀菌除臭卫生好。加猪贵羹，奶奶去洗辛苦，放轻松。早咖无 HCG， 行行拢熟悉，厨房无宝。HCG 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，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每样都想吃哎，怎么办？快去贵族世家！哇！怎么可以这么划算呢？幸福就在这一刻。贵族世家，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。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天气好冷，巴豆要不要做？学长，我好想吃泡菜锅。学长，还有泡菜吗？想吃泡菜锅，规定要扛过来。